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小刺客生存第五天。今天为了证明我的运气不是最差的，所以我和谷歌开始分头寻找宝物。哟，水下的是什么？水下私藏我的宝藏，你休想打一手它。呵呵，原来是野人大哥你藏的呀。那我先把你消灭掉，然后那宝矿不就是属于我的咯。哈，我真是个鬼精灵啊，拜拜。让我看看还有谁想乱扔那宝矿，四周都没有人我就放心了。买村庄咯。让我瞧瞧有啥好看的衣服没。瞧你这样子也买不起，我还是先走了。你哼，明明是他卖的东西贵好吗。哎，不过你别走啊，水池那里有好多钻石啊。真的吗？你没骗我吧？难道你的运气真的比我好？赶紧过去瞧瞧。哎，有煤矿还是不能浪费的嘛。不过钻石在这边，快过来看，没骗你吧，货真价实的钻石啊。只可惜要用铁镐才能挖，然而现在我身上也就只有两块铁锭。小小，钻石都被你找走了，你还怕在矿洞里会没有铁矿吗？走走走，我带你去找。看，这里就有一块，快来挖吧。果果，你就不能帮我挖吗？那个，哎呦喂，突然手有点抽筋。你就装吧，日常生活举报果果同学偷懒。我才没有懒。不错不错，收获八块铁矿，果果快来拿铁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梅花标。小小，什么梅花标呀？快给我看看。那我也不知道是啥，还会360度旋转。再来做一个看看，果果接招。就这样没啦，我的两个铁锭啊。哈哈，让你偷玩，这下亏大了吧。哼，不玩了，我要挖钻石去了。先来把水填上，不然等一下钻石被冲走就不好了，嘿嘿。小小，你是戏精吗？搞定，再来敲掉。哇塞，果果你看见了吗？这铁镐居然可以蓄力的耶。我没看到，要不再来一次。那还是算了，再说了冷却时间还没过。不过小心，我一直听到怪物的脚步声，让我出去看看。呀，果果还真的有人想偷袭我们，看我的啊。好烫好烫好烫。小小，快掉进去水坑里。总算熄灭身上的火焰了。那小小，我们现在快点开挖吧。别急别急，等我恢复点血量先。不过这有八颗钻石，我们一人四颗吧。好的呢。哎，不过你怎么把我的钻石经验都收下了？看小小急的，还给你就是了。哼，现在就可以来做把钻石能量剑反射啦。钻石太刀，制作制作。果果你看我这是什么？小小，我也有呀。太好了，生存第五天我们就拥有了两件防身武器，可喜可贺可喜可贺。